王力宏爸爸亲笔信被说根本就是提油救火，又让这个45岁的大爸宝再被记一笔。网红台湾妞韩国媳妇在脸书上写了，看到其中一句话傻歪傻眼呢。网红居然知道媳妇儿的生理期啊，这实在太可怕了。儿子结婚还需要交代媳妇的生理期，连用了好几个啊，说自己现在看到公公都有点尴尬，发文瞬间引发同感。原来王老先生是近视房的主管，看到对媳妇啥是生理期，儿子跟媳妇什么时候发生关系，一清二楚，觉得有点惊人。我也看到这段生理期，连生理期还要报告，什么鬼啊？走了，星空了，纷飞了，而你笑了。